你走多久了？到41天。哪里的人？广东的。高反对你感觉严重吗？前面有，后线了没有？为什么你要选择走这个城南线？锻炼了，我也想，家里人也同意，正好他们也有这个想法，所以就来了。你怎么住呢？帐篷、睡袋、垫子。你多大呀，小哥哥？16。那你带了多少钱出门呀？不算的话700块钱，住住帐篷，吃饭基本上不用吃，后来大概就2次吧。那你再怎么回去呢？就是你的父母的教育理念真的很厉害，他愿意让你去尝试走这个东西。以前不是走，以前是去旅行。你以前出门都是一个人吗？以前出门没有家人，有朋友。那你路上孤孤单单一个人。你就喝点水的东西，水我可以拿来，吃了就不用了。大概还有多久才能走到？一个多月。脚会磨化的，都有。你体力真好哎，知道吗？已经也晒黑了，没有60吧？真没有。我刚看你在走。然后我就说，我说上来跟你聊一聊，因为我觉得你好年轻。16岁是一个比较普通人都在管理荣耀什么的，不知无畏的年代，也是赶上去实现自己梦想的年代。实际上是不是体力最好的时候？对，也是实际上也是不知无畏的年代，因为我不怕赶上一晚之前。你加油加油！我们想带他一程也不同意，然后现在自己往那边走了。